欢迎收看圣诞节的特别节目。哇，你听咱的音乐声，哦，你看咱规个这个布置，啊，最主要，你看我穿这身躯，一日看了知影讲啊，圣诞节到啊吼。所以今日呢，圣诞节的特别节目，一开始呢，由我老三呢为大家来演唱一首的歌曲吼。老师啊，唔是这条啦，你敢唔敢换？奇恩典会用卖啦，好、哦，安对，吼、哦，首先我那世界名曲你知哦，好来，奇啊恩典啊何等啊甘甜啊我最啊义德啊赦免，哎，等下，你讲六三这嘛是什么节啦、啊？啊，圣诞节你嘛唱一个平安夜。啊，唱个什么奇恩典，我嘛感觉奇怪，你知哦？我剧本提上啊呐，演技出的是啊呐，啊，圣诞节甲奇恩典有啥关系啊？原来这背后有一个故事哦。因为吼、哦，那无耶稣来到世间吼，都无可能有这首歌。那无耶稣来到世间吼，咱即马世间还阁足济人吼，伊明明是人吼，无妨当作人啦。即咱人类历史上叫做奴隶哦奴才的一个制度，都是因为耶稣来，所以呢后来这个制度吼，才慢慢被一寡有信仰的人认为讲安尼唔对，爱甲改过哦，才来改。啊，其中呢有一个人，就是咱今日介绍这出，伊写这个奇恩典背后，其实有一段真趣味的故事。啊，所以趁今日个圣诞节吼。圣诞节跟奇恩典是无关系，但是呢，透过圣诞节，让大家了解奇恩典背后这段趣味的故事。啊，阮布袋戏团改编过吼，有够好看就对啦吼。来，请看。呀，来吹。放阮煞啦！拜托个啦，你放阮煞啦！哪有可能？您对我来讲拢是钱呢！等我甲恁这个非洲的奴才甲卖掉，我可以使去饮酒跋筊。咦、欸，啊，阮嘛是人呢，啊，你来使安尼啦？哦，对啊，你来使安尼讲掠去卖啦？啊，点诶！嘿呀，您这个奴才，死落来就是奴才啦！莫甲我讲您是人，您是奴才，唔是人。你这唔是人嘞？你讲啥？你欠怕哦！不！哎呀！哦、你莫甲我卡着，你若甲我卡着脸，你到底怕？哎呀，我唔敢啦，我唔敢啦！较紧行，莫拖这我的时间。哦、好啦，行啦，行啦！杀！哎呦，什么声？哼，遐海贼啊，搁来啊！大概拢来抢我生意。哎呦，安尼是免得着哦。若无好，这海贼啊吼，假死者，伊唔知影我的厉害。你两个敢唔敢上一边去？好啦。哼，阮的水手嘛是真厉害，阿水阿土啊，紧出来！哦，是倒一个妖兽要来送死呀？海贼啊，来啊，咱做伙拼！杀！恁这海贼实在唔知死活，连我的船你也敢抢？嘿嘿，谁唔知影恁这卖奴才吼，油水上高啦，哈、啊！莫甲伊遐讲啊侪闲话啊，抬落去，唰！哎呦！
几个实在真歹应付呢。哼，做阮这道的，就是甲人拼生死，我敢会惊恁？因为消息看多一，哎呦，哦，嘿嘿，恁的功夫看那无恁的嘴厉害嘛？你像这款的软脚鞋，等去抱恁老母哭啦！哎呦，我啊，好啦好啦，干嘛？哎，老细啊，这三个敢那无简单哦，咱紧走啦！哼，我跟你讲。今仔日先安尼甲恁放过，后界绝对无饶你！哎呦呦！阮吼小台无咧惊人诶，若要比熊，我才唔惊恁诶。人俗语伫咧讲，熊比熊，熊诶惊无天良。哎呀，船长看起来吼，比迄海贼啊搁较熊呢。啊，头你讲啥？无啦！哎，船长啊，哎，我是讲哦，哇，你真厉害，真是无天良。好啊啦，你唔好乱讲啦。船长是真威风，船长啊，哇，哎，非洲的路仔拢坐满，会当去开船啊啦。可以，咱开船出发，遵命。伊伫啥？真夭寿！我已经发烧几落天啊，内容还袂好。哎呀，哎呀！外口的风雨是愈来愈大，感受暴风伫要来啊！哎呦，娘啊！哎呦，头前看起来吼，哎呦，敢若无势丰富呢？哎呦，咧要安那？啊，咱拢要死啊！好啊！你就猜，我是我伫有啥物好惊的？来照甲甲看，即届暴风应该袂真大啦。阿头啊，喂，你看紧嘞，先甲所有路仔赶去船底。阿水啊，你去甲船舱的方向转一下。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。船长啊，你无代志啦吼？啊！你那一直咧砍卡扫，你是咧破病哦、喔？对啦对啦，船长啊，你都发烧几落天啊啦！哎呦，食药啊拢无效，要安怎？暴风雨怎要来啊？船长搁破病啊！啊，咱来死袂？好啊啦，莫搁哭啊啦！你真惨嘞！船长还有我去转向哦，一定是无代志的啦。恁在十点时念啥话？要唔赶紧去？啊不不不不不，我来处理，我来处理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哎呦，船长身体安尼哦，破病几落天啊，伊敢会？你咧讲什么啦？哎呦，你唔通讲安尼即落话啦，船长哪会啦？哦，这无歹格调的话，行啦，赶紧来做代志才好啦，行啦，来去啦，来去啦，哦哦，来去来去。来了，看起来暴风雨真正来了，但是我真正是无气力，看起来破病，真正爱破倒一个人，我敢会安尼就病死？上帝啊！我自细汉的时阵。阿母就来教死我，你是那位救咱性命的神啊！我想起来，前几年我也曾经落魄，受人来欺负，叫人救起来的时阵，伫个船顶嘛是拄到暴风雨，等我向你呼救。
本海船顶浸水，后来船顶的血物落落来，把迄坑给吐掉的，阮就安尼得救了。啊，上帝！当当时我讲愿意追随你，我无做到。现在我又遇到困难了，我相信你是救我生命的神，也是医治我的神，求你看顾我。阿门。嘿，船长啊，船长啊，哎呦，船哦已经转向啊，咱米格暴风雨啊，即马无代志啊呢。哈，哎呀，真是感谢主上帝，我知影你是看顾阮的神。哎呦，船长啊，啊你有好无啦？啊，你爱休困一下啦，你爱休困一下啦。好啦，我先休困，你先看起来遐个奴才有代志无？好，遵命，遵命。哎呦，咱无代志啊，真好，真好啦。船长来安尼，是毋是死啊？你这死啊啦！伊伫遐休困啦，咱赶紧看遐个奴才有代志无啦？好啦，好啦，莫甲我送啦，行啦。上帝是咱的避难所，是咱的力量，是咱伫个患难中随时的帮站。牧师啊，牧师，时间到，食饭啊啦！哦，人老了，常常袂记个物件，连饭都袂记个食。是啦，是啦，牧师啊，阿年纪较大吼。爱记较接休困呢，我甲你讲啦，虽然我的记忆吼有较提淡薄，但是有两个代志吼，我拢袂记又袂记的哦。第一件，就是我是一个大罪人。牧师啊，安尼来安尼讲啦，我甲你讲，我曾经是一个大罪人。在我手上流的血真多，有太多无辜的人啊！我曾经是卖的奴才的船长啊！这奴才拢是无辜的，我就接责任来对因安尼。迄个时阵，伫咧我的目睭前，这个奴才。因不是人，其实真正不是人，是我。牧师啊，你唔好想遐济啦，这代志拢过去啊。你即马是一个真好的人，帮助足济人信耶稣，还佫写出吼真济足好听的歌。唔过牧师，你头拄仔敢若讲一点啊尔，另外一点。你袂记的是啥物啊？哦，第二就是基督耶稣是我的大救主，因为若无伊的恩典，我就无法度解救我的性命，我即马就无可能徛在遮好使用啊！是啊，牧师，你真重要。读拄啊吼，读过佫有一个议员讲要来找你呢。哦，那个人啊，是一个真好的少年人啦、啊。伊要推动废除奴才的制度，我要来尽我全力来甲帮助。无人比我更加了解这个奴才。每一个人拢是平等的，无什么人生来就是奴才的啦。牧师，牧师，哦，看到你安尼转变吼。我真正足感动的啦！我若敢若会使讲吼，咱吼真正相信吼，迄是咱真神奇的一个神呐、啊。是啊，
啊，无我来写下这个基义文典，因为耶稣基督赦免我的罪，虽然我真失落过，就袂敢那亲像迄个青梅同款。我，哎呀，也毋过耶稣基督，伊来改变我，我重新会当看见。纵使我曾经拄到真济危险，嘛是神伫咧甲我保护。即马开始，我唔惊拄到困难，因为耶稣予我平安。牧师，牧师，你写基督文典吼，我上爱听。啊，无咱斗阵来唱好无？好啊。基督文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欠我世上尽被寻回，下眼尽得看见。啊，这好咱拄啊咧唱一条吼。这叫做七恩典，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，你拢捌听过。啊，这首歌的故事就是拄只咱所看的迄段。所以咱看到讲，一个过去吼，一个人无当作人的人，落尾真做一个牧师，啊，写出好听的歌。尤其写这条歌，而且几百年来，大家一直唱，一直唱，真做世界名曲。但是背后的故事其实是还佫较精彩。当然，伊个改变也无可能讲一暝之间就改变。其实，伊落尾慢慢仔改变，伊整个人生个改变一段吼。等下我随讲予你听，咱先休困一下，等下了继续收看。啊，阿达亲像一个这样样歹个人，这样样无良心个人，哎呦！这当讲比咱这恶心又还佫较无良心呢。迄人无当作人，人会当佮当作物件佮卖掉啊。像这款人，敢还佫有救？那用咱即摆大家道德的标准来讲，你会感觉讲啊，这款人吼，用死好啦。你会就你讲啊，这种人拢完全无价值啦。但是呾如果迄阵上帝无佮拯救吼，咱今日就听袂到这首歌。所以咱讲对这个故事吼，咱要想到讲圣诞节。伊个最大个意义就是上帝来世间要拯救咱这些犯罪的人。当然，咱拄仔演即出是真实的故事，毋是编的，吼、哦，那是对真实的故事甲改编安尼尔尔。但是种规拢真个故事，咱透过这个故事，咱要来思考吼，那什么人是罪人？你讲我无像伊遮歹，是，咱无像伊遮歹。但是咱每一个人，咱拢有做唔到，咱拢有得罪人。咱拢有伤害人，你讲我无伤害到遮严重，对？你无伤害遮济人，无伤害到遮严重。但是任何比你伤害的人，借问，伊敢无分做讲是重伤、轻伤？其实无分。咱这个世间吼，足大一个痛苦，就是人甲人之间拢互相有滴伤害。所以咱若有足济足济无好的制度，啊，你讲人袂调无好的制度，安尼我请教吼。像咱过去的文化讲，迄查某人吼出事的时阵吼，脚较甜起来，互伊无大惊咯。借问，安尼感到较好，嘛无影较好。所以咱过去较担，你会发现讲，咱整个人类历史上，咱犯过真济错误啦。咱真正拢足需要上帝恩典来甲咱赦免。只不过这首歌大家唱较担，就是因为讲连这种人啦。约翰牛顿这种人啦，咱大家就讲，这人是有够歹人的歹人吼。连伊这种人，上帝都会给伊拯救啊。连伊这款人，上帝都给伊赦免啊。哦，连伊这款人，上帝也给伊机会啊。所以咱每一个人，咱也拢总有机会。你唔通就讲啊，我这个人无救啊。咱唔通自我放弃。这个世间遮济问题，上帝无放弃啊。上帝对天顶来到世间。就是来解决咱的问题。上帝未嫌讲啊，这个世间无救啊，啊，这个世间那个等天杀好啊，吼，未呢？伊来拯救，伊用什么来救？用伊的性命来甲咱拯救。
所以这就是圣诞节的故事。所以咱现在感觉讲足感动，现在圣诞节的时阵，大家的气氛真好，因为这是一个温暖。你知影讲，即马这个时代实在真恐怖吼，迄无良心的人吼，愈来愈侪啊。啊，你就算你读个是足好的学校，一个失恋尔嘛是女朋友甲台死。所以你看讲，这个时代是一个真侪问题的一个时代，是一个失落平安的一个时代。但是这个时代，当咱咧唱圣诞节的歌，咱咧唱平安夜的时阵，咱心中会感受到讲，咱并无失去平安，因为平安是伫内底，唔是伫外口。外口的世界会当哪来哪济问题，但是咱袂因为安尼，你感觉讲啊，我不如怎卖活伫这个世间啊？咱袂，因为咱知影讲，无论这个社会偌黑暗，永远都有一道光，是对上帝来的光，会甲咱引出。所以人类最伟大就是咱无失去希望。你若讲要比的时阵，像咱今日演出约翰牛顿伊迄个时代，迄、那个时代人未做努力，迄其实讲起来是比即马搁较恐怖的一个时代。过去的时代，你若话讲唔对尔，头甲你剁起来，迄是个搁较黑暗的时代。但是咱人无失去希望，伫种最黑暗的时代，咱无失去希望。咱宁愿相信讲人类是会进步。所以呢，咱看到讲人类历史安尼慢慢往前行，行到今仔日啊，今仔日这个奴才制度已经无去啊，足侪过去的错误已经拢把咱来改变去啊，所以咱人唔通失去希望，因为上帝伊将来伊无放弃。所以你我的人生，无论对你所爱的人，也是对你我对咱家己来讲，我想人生拢值得咱继续来努力。千万唔通随随便便啊，就放弃你的婚姻，哦，放弃你对你的爸母的关怀，啊，放弃你对你囡仔的鼓励，放弃你的事业，放弃你对规个社会的愿望。唔通因为看到新闻的事件，咱就讲啊，每一个人拢歹人，咱有缘相信善良的人、好的人，在这个社会有缘是多数。咱拢唔是神啦。咱拢无完美啦，但是咱相信讲，每一个人，咱拢是值得拯救的人。所以上帝疼世间的每一个人，无分你生做水也歹，不管你是巧还是戆，啊，无论你是够读册也未读册，也不管你够趁钱也是无样趁，迄拢无重要，因为上帝疼是临到伫万民。所以你看咱圣诞节唱的歌叫做《普世欢腾》。就是每一个国家，大家拢总在庆祝。今日个圣诞节是无分国家，伫世界每一个角落，大家拢总在庆祝。在庆祝什么？庆祝咱人类，虽然你我，咱有足济足济的缺点。虽然你我，咱有常常是得罪别人，咱会伤害别人。但是透过圣诞节，予咱知影讲，这个世间永远拢有希望。透过圣诞节。咱才讲，无任何一个罪是袂当得到赦免。最好参照咱所看，这个剧中的男主角伊所讲，哦，伊讲伊永远会记哩两件代志啦。第一件代志就是讲，伊是一个罪人，哦，咱人只要活一天，就是会做唔到。但是第二点，咱是一个罪人，却无上帝甲咱担起上，上帝有缘是咱的拯救，耶稣基督就是咱的救主，人生。只要相信你会被拯救，你不只有气力继续往前走。圣诞节会成做一个这么温暖，成做一个咱全世界大家拢这么爱过的一个节日，背后都是因为伊有真侪温暖。这是今日甲大家做伙分享，所以伫遮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愿上帝赐福每一位。